这里，还在生，还在生，还在生，哎呦，妖叔！哎，大只，大只血超厚。大只的话，就五小时一样难打。哦，好饿哦！哦，我也饱了。你饱了。哎呀！哎！哎呀！那清一次，再清一次，再清一次，啊，结束了！哎、分数，分数，啊、对，差一点点。啊，应该分数差一点就没了。熔岩阵法无法。看来我们还是地狱组合，没错。刚刚说。他那一直叠一直叠，真的不太好。嗯，要 TP 啦、啊、，TP 到虚空比较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熔岩史莱姆，这没办法、啊。这个他清怪应该是把怪踢到虚空，不是杀掉。杀、嗯、掉反而变得更麻烦了、啊。我们还在各种怪物，啊、结果你们直接全熔岩配幻魔。对，对。我们前面有，其实我们是各一吗？我们也是这么各一、啊，然后来讲讲，哎、欸，要不要全部使熔岩史莱姆？好啊，来玩看看。完全没办法，一清然后变小，然后哇一波海放。关键真的是那个花一千五就有熔岩史莱姆清不掉啦，这个、嗯、这个特性有用到很猛，对，很厉害。真的是一面倒，真的就是一面倒了。这个完全没有返回的余地，真的没办法。你们放怪后来买怪多少钱啊？我们曾经突破100。哦，所以其实确实买怪有变贵，只是因为我们清不掉怪，所以我们完全没办法拆纸。对，嗯，就是他就是看到你们那边快没有怪物了，我们就补怪物，阻止你们那边去拆纸。他那个史莱姆的那个清不掉是特性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用 kill 的啦，他只是 kill 一次啊，史莱姆就变小了。哦，要 kill 很多次，要么就是踢到虚空，感觉。感觉小只史莱姆也要弄掉，不然太 OP 了，大家以后就史莱姆了。史莱姆镇，史莱姆真的，我们就变成史莱姆公司，最 OP 阵法史莱姆镇，这真的很 OP 耶、欸，当今 Meta， 真的 Meta， 没有还要搭幻魔者，对，还搭幻魔者加他，幻魔者，对，两个太被清掉，脑鬼还在，这是超强组合、欸，还有脑鬼对他的，对，脑鬼也清不掉，刚刚我们，然后躲在角落的脑鬼就过去把他收了。对，嗯，很强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超猛！太扯了，这个，哎呀，最后怎么办？我刚刚没注意到分数。最后的话，其实还，如果说还要再玩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啊？初始机台是？就是、把初始机台就是设时会玩得更快。哦哦，前这个意思就是踩石出来，对，一次就踩石哦，好猛哦！那我们变掉熔岩跟幻魔，这样怪物都清得掉。好，哦，速度来一波，还是要火焰那个一开始就满了。好啊，全能力满。最速场哦，超速场，超级速。所以打我们的工作是啥？不行，我要跟团团一队，然后我们要对抗哈基二势力。哈哈哈！二势力，团团，我们地狱组合。这是地狱组合。团团，小玫瑰，有我们地狱组合。哎，来了，哎呀，直接龙岩跟我。熔岩跟幻魔，哦，就是让你清怪的话，就真的都全都清掉。哎、欸，哈基靠你了，你要带四个康康的哦。等一下，真假的？加油！加我啊！可以啦，我们刚刚那也没什么。速度来一场哦，分开。好。来，地狱组合。有，我们把一切的人都送走了。这样输也只是我们两个在输而已。你说刚刚吗？对，我们继续沉沦下去吧。让他们享受 winner， 让我们自己再享受输。啊！彩钱！哇，一次十个，好爽哦！
哎呦，那个等一下我们会速度起来，本机会让我们速度。哦，全部元素都满的哦，好好好好好好。有。那就是彩钱就好了耶。哦，全。元素也都是满的啊。职业还是要选一下哦。我觉得我要选了。进站。你们都选什么啊？我现在还是选回剑士。我刚是预设的。就剑士、啊哦。就剑士。剑士确实还不错。耶嘿嘿嘿。哦，还差两只。药水商店有卖止痛药水。好，有。好，我们刚只都没钱去弄。我们很可怜。影影月帮忙生怪物，好吧？我在看，有你在选怪是不是？对，我在选怪。你觉得谁好？味道师，幻魔不行哦。嗯，幻魔跟跳跳女巫吧，女巫啊，女巫啦，女巫啦，女巫啦，女巫吗？跳跳，这样子，元素用全满吗？元素哦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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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元素还要自己采集，要采集还是要采元素嘛？好好好好，元素要用全满的话可以用啊，没关系啊，就采吧，跟他们讲一下，还是他们现在也没在采，采一下好吧，采一下好了，那跟他们说一下要采元素啊，他们有在采，他们全部在采那个土，他们在采土，他们要吃土，快点，他们要吃土，吃土，现在要怎么？等一下，我要去设定仓库，白痴，没有没有没有没事，那个。那个我们还设定仓库，他直接把那个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元素，我们要先生元素。好，我在看怎么换。换什么？你要换什么？你我要换成女巫跟劫毁兽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元素，我们还没有元素啊，还没办法换啊，我们要先采元素才好换。对，换要元素，我们要先采元素。那云月去封啊，封封封，你当疯子。我们是三土，三土王，三土王。啊好。欸、你现在还在有才子，我去才子，我去才子。对啊，嗯，吃饱啊！天啊！我觉得土是怪物的血量，嗯，对，很重要，太重要了，重要了。我们怪都还没打到，就已经死了。波波带领我们，我带领你们，哪有带领你们？啊，我们是。地狱组合哎、欸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快点！你知道我脸最黑哎、欸，他们刚刚那个精华都打到多少个？我一个都没有。嗯哦，我们开心打精华，打三个哎、欸。然后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被灭了。你们还看得到广播、喔？对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切换系统。偷懒。你刚刚也在吃东西偷懒，还敢说我？土跟风，不掉。然后，还有什么幻魔？幻魔不行，幻魔不行，幻魔不行，幻魔不行。嗯，是幻魔跟龙岩石 M 都不行。对对，那清不掉的。劫毁太夸张了，感觉劫毁加女巫也不错啊。还有斧头女巫的话，女巫的话其实比较，她直接慢慢扣血啊。对啊。他、现在的话，其实通常都会选那个幼体丝壳，跟幼体丝壳有对，跟什么洞穴蜘蛛，因为会中毒啊，这两个都很讨厌、嗯。有我们上一场本季说的话，我们都有听，這個、然后我们就被永夜死来，直接被压爆了。我原本只是想试看，就意外的超强。没有没有，哎、允月允月，你换了吗？哦，风元素不够，我还在跑，我还在跑。所以你现在里面的怪都还没换吗？有换了一两只。换一些，换一些。那我把尸壳先升满哦，那个血。好，尸壳升满，尸壳可以。那个尸壳的速度也先把它点满吧。速度吗？好，我先升啊、你攻击应该全部都可以点满。我纸已经爆出来了，纸爆出来了。攻击我先全部點。要给其他玩家。换一个玩家去。嗯。哦，他们也召过来了，他们也召过来了。小尸壳，小尸壳，小尸壳。坏坏，有跳跳，有跳跳。不行，我们土吃不。哎、欸，等下为什么身上会有两个？好了，我丢一下。我为什么身上会有两个？刚没买啊。小四颗，小四颗。我只跑进去捡不到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不行，继续挖土，我们土又没了。土又没了，土又没了。小四颗很多、哦，小四颗很多。我的血有点微，我先测一下。你去吃土，你去吃土，你去吃土。你去夹土。
欸，我死了，啊啊，好痛哦，苦力怕的深海守卫，哦，深海守卫超痛欸，哇，现在没塔又换成深海守卫了，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尽快吧，好，清，没失误了，他怎么还有两个石刻啊？后面两只是后面丢的吧？后面在招的，后面招的，还有在招的。又来了。我可以升怪都满了没？怪可以了。怪秀度要先点哦。力量也都点哈。有力量确定五阶了，但是速度现在没办法，现在缺元素。现在应该缺风了。我来升一下，我来升一下。力量都还没升啊，力量。现在风缺啊，风缺，缺风。嗯，缺风。两个小时可升满了。第还有幻魔者，幻魔者要换掉才可以。幻魔者要先换掉才能招。对。嗯，两个小时刻的速度已经满了哦。好，幻魔者换一下。没有元素，没有元素。巧克力要换吗？幻魔者。有，换掉，我先换炼神。好，你把幻魔者换掉。他们现在的召唤费应该比较高一点啊。嗯，他们要花比较多钱。土是不是也不够啊？看一下，血量感觉还没升满，继续吃土。我们还有好多僵尸哦，我们是不是风元素不够啊？对，他们在产风。波波不要起来，啊？波波不要起来，换我一下。好。那波波你去雷。等等，雷那边应该我全2000了。2000了，这么快？对啊，雷那边已经有2000了。好，那我也来吃土好了。哎，雨月踩旁边那个。他要。暗黑兵法了，他要暗黑兵法。对，土现在不够了，土不够了。我们一直在挖土啊！啊，巧克力要先招怪。哎呀，可是还没有提升满呢，我还有好多僵尸。然后就先升一些去骚扰吧。他们一直对啊，他们一直骚扰怪。来，巧克力。哎，又怪来了。对啊，他们哎呀，一直干扰。那个止痛药水先买。有，我喝了。打不到啦，白痴！止痛药！哇，来不及，还在喝就死了。哎呀！哇，止痛药剂是可以叠加的，是不是啊？止痛药可以一直喝，可以喝很多瓶。那它的血量，它的那个，哎呦，药血好痛！没有，不会叠加。哦，不会叠加，哦，我以为会叠加。短暂，哦，刚刚我们都没喝到止痛药。不管了。我要先招了，不然太可怕了。哦，那还是要去骚扰一下，不然太惨了。对，这个的话，我看应该要换其他职业。有招了，我招了一小部分啦。好。啊！怪物转换，它原本加的能力都还有在。会还会在，就是它就是那一格是多少这样。嗯，这个设计还不错。然后附魔金苹果也要买一个，因为它有抗心仪。那个真的差很多，有力量都有满了。不是，他们又带多了，不可以，我们要骚扰他们。吃土，没有土，无土是不是？好，吃土。怎么有人把智障丢到商人里面？我刚刚太满了，有问题。我刚刚也不小心丢进去。吃土，快点。嗯。来，吃土，吃爆！你怎么没在吃了？啊，我刚丢的快啊！哦，他们力抗群敌，哦，他们有用那个哎，哦，好像很厉害哦，对啊，好像很猛哎，牛，我也再多招几只，丢爆！丢！他们清空，哦，他们用两次。用太多了，按到两次，按错，再丢，，go， 是，哎呦，丢光了，为什么？他们又按一次，再丢，啊，不要换他们了，他们糟了，来了，啊，好痛，治疗，哇，体系啊，那个止痛药多买一点啊。买那止痛药，不要买那个快速治疗补个两排，但就没了，就被打还是没了。干扰他们了，我有丢一些怪干扰。啊！还在对你牵线啊！哎呀 ，OK， 小坏坏，哇，这里好多跳，小坏坏，这里，喵，
吃土吃土，土又不够，土还是没有很够。嗯，刚好挖到一半就出来那个，又来一波一小波。哦，一小波不是一大波一大波。我继续吃土啊，吃土吃土。好，吃土土。现在玩的分秀的话，就直接顶下去了。好，有让，又来又来又来一些又来一些。